咁我哋今次嚟講到完全降服喺至高神嘅面前，其實我哋都係想服侍主，想神中意。當我哋想神中意咧，我哋都會受訓練啦，我哋都會處理生命啦，我哋又即係受訓練去服侍主啦，我哋又操練啦。咁即係的而且確都付出好多代價。但係我即係我有時發覺，就算我自己都係會有啲地方係咪真係完全降服喺神面前咧，即係我都問自己。 咁我咧就去留意神啊，幫助我，真係完全降服喺你面前。即係其實有好多地方可以我哋冇降服嘅，即係有啲地方我哋就唔聽話啊，或者堅持自己啱啊，總係覺得自己冇錯啊，淨係睇到人嘅錯啊，或者對於我哋嘅生命唔係完全我嘅生命屬於神嘅。當我哋唔係咁樣完全降服嘅時候，我哋生命始終唔會好大提升嘅。 邊啲人可以好大提升咧？係完全嗰個自我同耶穌一齊釘十字架，真係耶穌做曬主咁嘅時候咧，你嘅生命可以好大嘅提升㗎。人好容易覺得自己夠好㗎，係咪啊？我掂㗎咯喎，我已經哇都幾好㗎咯喎，仲有啲咩改善咧？大部分都好曬嘅，但係其實有時剩翻一啲嘅部分咧，呢個部分可以係好致命嘅，即係可以一小部分冇聽話咧，可以影響好大嘅。 當你覺得自己夠好，我哋就好難降服。即係覺得我都，即係我都好進步咯，我都處理生命，我都成日祈禱噶咯喎，我都有服侍主喎。咁嘅時候咧，呢個都可以成為難阻。我哋唔能夠再升一步啊，再更大嘅俾神使用。嗱，首先第一樣嘢就係唔降服喺神面前嘅後果咧，就係唔降服喺神面前就係接近魔鬼。即係有時有啲人會唔會係咧咁？即係一步啊，所以一個意念唔肯聽晒神嘅説話。 當你唔肯聽嘅時候咧，我哋就自然會有一個傾向，會想做一啲即係神唔想我哋做嘅嘢嘅，或者我哋就對神嘅事有啲抗拒。呢一步咧就已經係向住魔鬼，即係唔係話淨係去接觸靈界啊、拜偶像嗰種嘅，就係當我哋有啲地方神想我哋去聽佢話，但係我哋就係唔肯聽嗰一部分咧，就可以係一個即係就係俾魔鬼留地步嘅地方嘅。喺呢個圖你睇到嗰耶穌喺度氹嗰個女仔。 氹佢，但系咧佢就係好，即係佢中意佢嘅方式，佢嘅享受生命嘅方式，佢就冇興趣。咁嘅時候咧，就已經係接近魔鬼嘅。好啦，咁另外咧，《路加福音》11:23就一齊讀下，不與我相合的，就是敵我的；不同我收罪的，就是分散的。咁呢度講到咧，就係話我哋唔係同耶穌一齊相合，同佢合一咧，就係敵擋佢。 唔係同佢收罪一齊同佢侍奉咧，就係分散嘅，即係話唔係淨係嗰啲人嗱，我哋要分清楚啦。世上有啲人敵擋耶穌嘅係咪？有啲人係中立嘅，有啲人咧係信主噶啦，喺信主之中，信主嗰啲，但係咧佢唔同耶穌一齊做耶穌要做嘅事，冇耶穌嘅心咧就已經係敵擋。咁你會話會一？ 我哋會覺得係嗰啲唔信嗰啲抵擋神嗰啲先係敵擋，但係其實教會有時係敵擋神好多工作㗎，因為有時人咧就係話我要做我要做嘅嘢，我要用我嘅方式，我抗拒某啲神嘅工作，咁呢個咧已經其實係敵擋神㗎，咁所以呢句説話咧我哋再讀一次嚇，不與我相合的，就是敵我的；不同我收罪的，就是分散的。 即係你唔同佢收罪咧，你就係將你拆散㗎啦，就係唔同咧。主耶穌一齊服侍嘅時候咧，就係拆散啦。啊，詩篇18篇27節，困苦的百姓，你必拯救；高傲的眼目，你必使他降卑。當人覺得自己夠好嘅時候咧，神就會叫佢降卑，佢就會即係當人覺得自己夠好嘅時候咧，佢就會總係會有問題㗎。有時有啲人服侍到一個位咧，佢已經好有能力咧，又係一個好危險嘅時候啊。 當佢覺得佢自己好有能力嘅時候咧，佢覺得我已經夠好啦。呢個時候可以係俾魔鬼留地步嘅時候嘅。嗱，撒旦咧都係唔能夠降服喺神面前，並且要升高啊。所以佢有呢個問題啦。以賽亞書14:3節，你心裏曾説：我要升到天上，我要高舉我的寶座在神眾星以上，我要坐在聚會的山上，在北方的全，我一齊讀啊！我要升到高雲之上。 我要與至高者同等，然而你必墜落陰間，到坑中極深之處。就因為佢好想同神平等，結果佢嘅後果咧
係極度嘅嚴重。咁所以有時即係有時有啲人侍奉得好大，亦都有個危險。懶惰侍奉，唔同耶穌一齊受罪嘅，亦都有危險。唔同耶穌有同樣嘅心嘅，又有危險。即係其實好多好多時有不同嘅方法咧，方式咧可以破壞神喺我哋生命中嘅工作嘅。咁第二咧就係我哋深信人總有軟弱同埋唔好嘅地方，係無可誇嘅。人真係無可誇之處。即係有時我哋覺得我都幾好，但係人其實無可誇之處。嗱，呢幅圖畫好恐怖啊！哇，上面咧個女仔嘅樣好靚喎，但係原來背後咧佢係黑暗嘅，個樣好似好好，但係咧個背後咧有黑暗嘅權勢。羅馬書三章廿三節，因為世人都犯了罪，虧缺了神的榮耀。詩篇五十一篇四節係大衛寫嘅。我向你犯罪，唯獨得罪了你，在你眼前行了這惡，以致你責備我的時候顯為公義，判斷我的時候顯為清正。这句说话呢，世人都犯了罪，有時我們看慣了好像沒什麼感覺，但是罪的出現是可以很多很多方式的。我記得那時曾經呢在那個教會侍奉的時候呢，有一個傳道人就對我有很多的意見啊，咁咧當時牧師搞唔掂，咁牧師咧就點咧，就叫我哋兩個去輔導。喺輔導嘅過程咧，就顯出一啲問題。咁個牧師就講呢句説話，佢話世人都犯了罪，即係有嗰時就會諗到世上嘅人，佢就會講出就算傳道嘅人咧，互相之間都一樣會有罪，會帶出問題出嚟嘅，就俾我即更加去留意到我裡面有冇有時即係有人。他有些不好的地方，但我會不會他又不好，跟住我的態度又不好，受他影響，那個又是罪的，即一個犯罪先，第二個又被他影響又犯罪，跟住又影響回第一個又犯罪，即我們很多時候就會反反覆覆是這種的不好的感覺，他對我不好，於是我不鋸他，我不喜歡他，那又是罪來的。就是這些罪的出現是我們沒辦法能夠時時都能夠敏鋭到，但你越留意你就越敏鋭得更多，但總有些地方走雞，有時真的要過後才知道，我們過後悔改認罪，也都向那人認錯。這個 大衛所說就是我犯罪的時候是得罪了你的。現在人總有愚昧，剛才我們說到就是人是有總有罪有軟弱，還有人總有蠢的地方。這個圖Fools think they are always right. 愚蠢的人經常覺得自己啱，有冇發覺有些人經常都拗頸？你冇辦法拗贏佢嘅，佢總係話自己啱嘅。佢即係一個愚蠢的人就會成日都堅持佢自己一定係啱嘅。民數記十二章十一節，亞倫一看米利暗長了大麻風，就對摩西說：我主啊，求你不要因我們愚昧犯罪，便將這罪加在我們身上。因為當時米利暗埋怨說摩西，為何你娶了這個外邦的女子？當他埋怨的時候，神為何你揀選摩西？為何你不揀選我們？我們都可以的。當他埋怨的時候，米利暗就長大麻風，跟著亞倫就立刻就說，不要因為我們的愚昧犯罪，即是我們不要因為我們愚昧犯罪將這個罪加在我們身上，即是他知道我們有愚昧了。詩篇六十九篇五節是大衛所寫的，神啊，我的愚昧你原知道，我的罪愆不能隱瞞，就是大衛都承認他的裡面的愚昧。其實我們人人如果我們看不到自己的愚昧，我們就真的是愚昧，最愚昧的一個。有時我們是眼漏了，即我自己都問我自己，即有時有些情況我們看到好像有個人錯，我說我有沒有錯呢？我都會問的，我都問我有沒有錯呢？我怎樣去處理，怎樣去改善呢？同埋人總有軟弱嘅，《撒母耳記下》三章三十九節，全部經文一齊讀下大衛嘅。我雖然受高為王，今日還是軟弱，即係人總有軟弱。大衛咁有神嘅能力，一樣會有軟弱嘅。以賽書四十章三十節，就算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，強壯的也必全然跌倒。即幾強壯都會有軟弱嘅時候，我哋冇一個人能夠跨越。我成日都強壯，的力量一定是從神而來的。我很感謝神，自從我經歷聖靈充滿之後，這種軟弱感覺是很少出現的，有時都會有的，
有時有啲好困難嘅情況都會有，但係咧係真係好少少，因為我成日都掹住神，成日都話依靠神。但係當我哋一有時一偏差咗，一靠自己咧，或者一俾人批評，受唔住咧又會軟弱嘅。咁所以我哋求主幫我哋，無論點樣嘅批評，點樣嘅負面嘅嘢，我哋都話神啊，你係睇重我嘅。雖然我有軟弱，我有罪，我有愚昧，但係神你一定幫我嘅。好啦，咁嚟講神咯，神咧。我哋借先講就係人係點樣有問題，然後我講到神嗰種至高啊，所以當我有時諗一啲嘢嘅時候，我就對神話：神啊，你係至高，你係最智慧、最有能力、最有愛嘅，我喺你面前降服。有時我哋需要呢種降服，我唔知道你有冇試過咁樣。神啊，我真係喺你面前降服。神啊，你讓我睇到我自己有愚昧，我自己又做得唔好，我喺你面前降服，完全。在你面前就說我是不足夠的，我是會犯錯，我是會做錯，我會說錯，我會有錯誤的地方的。但神是至高，他是極度的謙卑的。第一就是神不攰，和有無限的智慧，我們很難明白為什麼神永遠都不攰的呢。以賽亞書40:28，你豈不曾知道嗎？你豈不曾聽見嗎？永在的神耶和華創造地的主並不疲乏也不困倦，他的智慧無法測度，他完全不會疲倦，永遠都不疲倦，他從來都沒有睡過覺，由永恆到永恆都沒有睡覺，但是他都不會累的。即是我們很難想像這件事。如果你說我由上個禮拜到今天都沒有睡過覺，你一定會很累，或者你如果失眠了幾天，你一定會很累。但是神是一路都沒有睡覺，但是他不是失眠，但是他是完全不累的，並且他的智慧無法測度。這件事我們沒辦法想得通，其實你看任何一件事，你看到神的智慧，只是看到啲蝴蝶啊、啲花啊、啲魚啊嗰啲顏色嘅撞啊，我都覺得真係好靚噶。佢即係咩色都撞得嘅，好似。但有時人著嘅衫咧撞色嘅真係好醜怪咯，即係人嘅色，我哋衫嘅顏色總唔及呢啲真係好多生物。我哋睇到嗰啲樣嗰啲顏色啊，係有一種閃光嘅，有一種閃光，有一種不同嘅啊，即係。榮光啊、熒光啊、不同的光都是神用智慧，怎樣智慧創造出來呢？這麼多種生物，它能夠做的每一種生物都有它很厲害的地方，神怎樣做出來呢？我們的腦不是很大，但可以裝這麼多東西。如果你大家試過，因為可能未必很多人試過，譬如我試過整車，我試過修理車，因為很多地方你不是一定要找人，即是未必即係揾人去好貴，有時有啲嘢好簡單嘅。但我發覺一樣嘢咧，好難咧，就係譬如有兩嘢合埋啦，你拆開咗咧，你要將佢兩頭都拆埋，然後將佢整埋咧，係好難嘅。即係咩意思呢？因為佢有個距離噶嘛，你要揸住條電線，呢度入呢個，呢度入呢個，有冇發覺好難嘅？一條電線喺裡面啦，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試過呢啲嘢，隻手捲落去係好難。我哋個腦係有好多電線，係億萬嘅電線。神怎樣將它合埋呢？而且合埋是最好的，即是我們慢慢想像它的智慧是無法測度的。即我其實我看到任何東西我都經常很驚訝，神啊，你所創造真的很特別，很特別，又很有用又很漂亮。即人的眼都是，人的眼很有用的，真的很有用，也都很漂亮，而且很有表情的，很多感情的表達就是我們眼睛表達出來的。我感謝神，我哋有眼喎。如果我哋，你有冇睇嗰啲魚眼啊？啲魚眼咧好難扮嘅，唔好喐，啲眼係唔喐嘅，係冇表情嘅。但係我哋人咧係有表情，即係感謝神，係因為神嘅智慧創造。人嘅面咧係有好多肌肉，所以我哋有好多好多表情嘅。呢個就係神嘅創造嚟嘅。神嘅計劃係完美嘅。羅馬書12:2，不要效法這個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，叫你們測驗何為神的善良、純全、可喜的旨意。純全就是完美的，是完美的，是一定會行出來並且行出來是最好的。你行神的路是最好的。譬如我們今天這個姊妹，她來到，她經歷很長的時間的困苦，然後她來到之後得到釋放，我們感謝神，是神很完美的計劃讓他得到釋放。我們遇到很多人都是這樣的。今天來的那個弟兄
喺呢個禮拜佢睇到我啲影片，其實佢已經睇咗輪噶啦。最後佢決定揾我，佢咧亦都係好嚴重，即係有幾年嘅抑鬱症，同埋咧有邪靈嘅影響，係好即係好辛苦嘅。但係咧，佢今日係好鬆好鬆，佢咧係即係又係頂住壓住，咁咧就又係好多負面嘅聲音。佢話係一日由早到晚啊，佢由早到晚不斷嗰啲負面聲音不斷喺度咒罵，佢祈禱又不斷咒罵。即係因為佢未識學識用靈嘅祈禱啊，但係當我哋為祈禱嘅時候，佢話呢個聲音就越嚟越少啦，就睇到佢好鬆好鬆，佢咧就一路即係一路釋放啦，咁咧又一路後來一路氧氣，一路氣越嚟越鬆啦。嗰啲邪靈開頭就話我唔會走嘅，你哋冇能力趕出我走嘅，但係後來咧我就話你睇啲邪靈咪又係咁走曬，全部都要排排隊走啦，因為佢咧根本冇呢個權柄。即係神嘅計劃最完美，係冇人能夠頂得，冇人能夠抵擋嘅。哈利路亞，我哋一齊講，我哋行喺神嘅計劃，神係冇人能夠抵擋神嘅計劃，只有我哋可以抵擋，所以我哋千祈唔好抵擋。我哋行喺神完美嘅計劃係最好嘅。哈利路亞，我哋又蒙福，又喜樂，又發揮生命。又享受生命，係咪啊？我哋就係可以係咁嘅，時時都係活在神完美，即係佢計劃最好，同埋佢慈愛係極高極高極高嘅。詩篇57:10，因為你的慈愛高及諸天，你的誠實達到穹蒼。咁有啲人話你講字音咧，你得你講音咧，高到天啊，點樣高法咧？但係的而且確，我哋實際上經歷到神，我哋唔聽話，神依然係不斷感動我哋。我雖然失信，神仍是可信的，祂依然不斷感動我們，不斷帶領我們，即祂永遠都是最美善的，祂的慈愛即永遠不會丟棄我們，永遠不會扔下我們。這個真的，這個世界上是沒有人是這麼愛我們的，這個世界上沒有人這麼愛我們。所以希望我們說，神啊，你愛我們真的好，我真的永遠跟著你。但是很多基督徒又跟一半個又是不肯聽話，當我們看到祂這麼好，我們聽完祂的話就最好的。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是會有這種心，就是說我們的世上的時間不是很長的，就很快脆的，很快脆就會過去，一切都會過去很快脆。你說哇，怎麼那麼快，我人生就過了。你想想你小學到現在好像很久，但其實一聲又過去了，回不轉頭。但我們真的說，神啊，我降服在你面前，神啊，我俯伏在你面前，神你使用我啦，我的生命屬於你，我完全聽你話。你有咩要我講，我就改；有啲咩我驕傲，我就改。求耶穌你幫助我。而天父咧同埋耶穌都係好謙卑嘅，呢、這個又係好特別嘅，即係佢哋好高超咧，就係佢嘅謙卑啦。腓立比書2:5，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。反倒虛己，取了奴僕的形象，成為人的樣式。嗱，呢度講係講耶穌啦，我哋以耶穌嘅心為心，佢係本嚟有神嘅形象，佢係與神同等嘅，但佢唔會強奪與神同等，佢唔會捉實與神同等，佢係與神同等，但佢就會虛己，取了奴僕嘅樣式，成為人嘅樣式，並且成為一個最卑微嘅人嚟到世界上，俾人拒絕嘅人。咁謙卑嚟到世界上，亦都係天父謙卑將佢嘅兒子咁樣賜俾我哋，係好謙卑，即係佢有極高嘅智慧、極高嘅能力，佢有無限嘅能力，永遠唔會攰，極大嘅智慧，但係佢依然係咁謙虛去愛我哋，咁謙虛服侍我哋，日夜喺我哋前後環繞我哋、按手我哋身上，不斷感動我哋，係咪好好啊？即係神真係好到不得了。但是我們稍微不聽話就抵擋了他的計劃，抵擋他的計劃受苦的是誰呢？就是我們自己。所以我希望大家就說，神啊，我願意聽完你的說話，我願意走完你的路，信服神就得勝了。即是說神是全能的，當你完全降服你就得勝了。雅各書4:7，故此你們要信服神，務要抵擋魔鬼，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。有很多人經常都怕魔鬼的攻擊，其實這個講很簡單的嘛，怎樣啊？
信服神，抵擋魔鬼，魔鬼就會離開你逃跑啦。唔係好難嘅啫。有好多人成日都話攻擊，呢個都話攻擊。哎呀，我又攻擊啦。其實我哋行神個路唔使驚攻擊嘅，只要你信服神，你行神個路，親近神，魔鬼所有作為你抵擋，你就已經可以嘅。你唔係話好似有啲人就話，哇！你趕鬼又俾魔鬼攻擊嘅喎。我哋成日都同人講邪靈嘅，差唔多個禮拜都有人嚟到呢度係要講邪靈嘅。但我哋又不見得被人被魔鬼攻擊，就是我哋將生命獻上俾耶穌，耶穌就俾我哋最高的保護，是一定不怕的。那些人嚟到都話：哇！嗰啲邪靈鬧得好緊要啊！喺咁嘅情況之下，應該邪靈又攻擊啦。但係邪靈怕我哋喎。今天兩個人，我哋為趕邪靈，佢都話望住我眼咧，我眼啊，我一啲都冇兇惡喎，咁樣望住佢啫喎。好單純咁望住，但係佢裡面好驚啦。就是話我哋有耶穌，一啲都唔使怕，魔鬼嘅能力係唔能夠勝過我哋嘅。所以我哋信服神就咁簡單啦。神咁高，我哋咁多軟弱，但係神依然唔好放棄我哋。我哋信服佢，就必然能夠得勝。點樣係唔降服喺神面前？點樣係唔降服咧？第一，成日覺得自己一定係啱嘅，係我啱，人哋錯，呢個就係唔降服啦。總話我是啱的，我哋當然有些時候我哋真的啱，不過咧，我哋要分辨我哋有冇錯咧，我哋嘅態度有冇錯，我哋嘅説話有冇錯，我哋諗法有冇錯，我哋聽下人講嘅，我哋有冇錯嘅地方，我哋能夠接受人嘅意見咧。第二啦，難接受自己嘅錯處，即係話有錯冇難嘅接受，好難，即係話唔得嘅，我唔會錯就好傷心啊，好怒氣啊，好激氣啊。就係、是、接受不到自己的錯處，呢、这個都是不降服，即係我不能夠接受自己是軟弱的。第三，很難接受勸告，很難落台啊！即係有神的説話勸告，或者是人的勸告。神的説話俾我聽，我哋有時很難去接受，或者人的説話，或者聽到的時候，神的説話提醒我哋，但有時人咧就不肯聽話，呢、这個就是不降服啦。即係唔係一定要敵擋，公開敵擋神嘅，喺個裏面強服，不肯聽話已經是敵擋神了，很想被人看中或者高抬，很想被人覺得哇你好叻啊，去稱讚。有一個人問我講邪靈，我話你信耶穌為你講邪靈，他說我信你，我說你不要信我，是信神啊。他說我信神又信你，我說你這樣呢是令我受虧損的，你不是信我，不是我的能力，是信神，神用我，我只是器皿而已。即我要提醒他，我也心裡不要說神好能力，我又聽話，所以我就可以大大給神使用。我們要記住一件事，千祈不要將榮耀歸自己，是神，即我要告訴他，你記住不要說信他，信神或信我，千祈不要這樣說，是信神。你一個為人祈禱，我都話你而家一路信靠神，你唔好等我哋為你祈禱，唔係我哋為你祈禱先掂噶。你學識點樣用心靈誠實祈禱，你一樣掂。即係呢四樣啊，其實仲有更多方法嘅。我哋總係覺得自己啱，好難接受自己錯處，好難接受控勸告，或者好難落台，覺得好難落台，好想俾人睇中或者高台。呢啲全部都同高低有關係嘛？我必定啱，我要係高嘅。好難接受自己錯，我低我接受不到。好難接受勸告，好難落台，就是我低我接受不到。想被人高睇重和高台，都是我要高，即是話我要高過人。這個呢是魔鬼的問題，亦都是任何有問題 的基督徒或者是傳道人，當他一覺得我比別人好，他就已經入了這個陷阱。魔鬼很犀利的，你不用要做到很明顯去抵擋耶穌，當你覺得你是唯一幫到人的人，你是唯一幫到人的教會，你是只是你得蒙神喜悅的，就已經有問題了。所以我們就在神面前，神啊，給我知道不是我夠好啊，我一起說，不是我夠好，是神好啊。其實我裡面還有很多好的東西需要神去清理的，需要神去處理，需要神去教我，我仲是學生嚟嘅啫。喺神嘅完美，你當你比較神完美，我哋好細好細嘅啫。我哋距離完美好遠好遠，求神幫到我哋睇到，我哋距離完美好遠好遠。
第五啦，點樣降服喺神面前呢？第一，我一齊讀啊，接受自己軟弱、罪、愚昧、有限，呢個第一。我哋係有罪、有軟弱、有愚昧，我哋有限嘅，我哋唔係無限嘅，我哋係有嘅，都係神嗰度嚟嘅。第一，呢個係好緊要，點樣降服？我係唔係得曬嘅？我冇把握嘅，我前路係冇把握嘅。第二啦，一齊讀下《腓立比書》二章三節，只要全心謙卑，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。人總有佢嘅強項嘅，揾人嘅強項，佢有佢嘅強項。感謝主，佢有佢嘅強項。即係呢個咧，亦都係即係喺神面前降服啦。即係話，亦都願意降服喺人面前。呢啲人都係寶貴，都係重要嘅。唔係淨係我最叻，佢哋都有佢嘅好嘅地方嘅。第三，不要全心想別人看到自己的強項，即自己好叻咧，又唔好成日都想佢想人睇到我，睇到我啲我做得幾好咧，有冇睇到啊？我幫到幾多人啊？睇得到啊？你有幾有能力？我祈到幾有能力啊？你有冇祈到趕到邪靈啊？我祈到嗰啲病好翻啊？你有冇睇到啊？即人有時總係想人睇到咧，又係有問題。咁所以咧，我哋要記實，唔好要人睇到。嗱，我哋講見證的時候，我們都是想人去看到耶穌，即不是即我們叫他講見證，不是說就誇耀我們的課程幫到人，即我們不是想講這些，只是說我們想人看到耶穌多好，而我的目的是想多些人找我們幫他們，他們找我們，我們都是幫他們，都是為了他們的益處的。第四，羅馬書十四章四節，一起讀，你是誰竟論斷別人的仆人？他或站住或跌倒，自有他的主人在，而且他也必要站住，因为主能使他站住。咁咧呢度讲到咧就系话，我哋唔可以论断别人嘅仆人，佢或站住或跌倒，即系神咧佢嘅主人在，会睇住佢嘅。而且咧，佢必要站住，因為神會保守佢。即係神能夠喺每一個人生命中做工，我哋就相信神會祝福呢個人。我哋嗱，聖經亦都有講到，總要趁著還有今日，天天彼此相勸，免得有人被罪迷惑，心裏就剛硬了。我哋要相勸啊，但係亦都相信神會同佢講嘢，神會感動佢，神會帶領佢嘅。即係話唔好對人嘅問題好似孭得咁緊啊！不要孭住人，好似要我是唯一全世界幫到人嘅，一定要我幫到佢嘅，唔係一定嘅，唔緊要嘅。即係佢有咩方法，即係 OK， 我講我説話，放手啦，你自己決定啦。神會照顧佢，佢自己會照顧自己嘅，即係個放手啦。好啦，即使喺指出人嘅錯嘅時候，都應該點樣呢？即係有時我哋要勸戒人喎。咁我點樣勸戒呢？有幾樣嘢一齊讀下。第一，反省自己有冇錯。呢樣嘢好緊要啊！即係唔好淨係話人錯，我哋喺過程我有冇錯呢？第二啦，一齊讀啊！不輕看有罪或軟弱的人，我知道佢有罪有軟弱，不過唔好輕看。人總有罪嘅，你揾咧實有嘅，你越睇越多，越睇越多，個個都有嘅，你揾實有嘅。咁所以即係當有啲人注目喺人嘅罪嘅時候，佢就會好失望，亦都有時會好嬲人啊。第三啦。憐恤和想幫助有罪或軟弱的人，你知道他有罪，你就憐恤他愛他，不是定了他罪就看小他了。第四，不因人而心懷不平，不要個心咕咕聲在那裡激氣怒躁。詩篇37篇八節，當止住怒氣，離棄憤怒，不要心懷不平以致作惡。即不要個心裡面憤憤不平，為什麼他這樣，為什麼他這麼差，他都依然這麼好啊？因為他這麼多犯咁多罪，依然神就唔罰他啊！咁呢個咧就係心懷不平啊！咁所以呢幾個心態就係，當我哋睇到人嘅罪，我自己有冇錯咧？有佢有罪都好，唔好輕看佢，並且憐恤同埋想幫佢，同埋唔好因為佢而激氣啊！呢啲都係話都係謙卑接受人，而睇到自己有軟弱。嗱呢啲其實唔係淨喺教會應用喎，喺相處都係應用喎，喺公司都可以應用到嘅。而當人是真的謙卑，你有一定得福的。彼得前書五章五節，你們年幼的也要順服年長的，就是你們中人也都要以謙卑束腰彼此順服，因為神阻擋驕傲的人，賜恩給謙卑的人。即是當你謙卑在神面前，神就祝福你，就施恩給你。
佢就欣賞你。當你願意行喺神嘅路，當你喺神面前謙卑，我係有罪，我係軟弱，我有愚昧，我又做得唔夠好，我有限。在神面前，神啊，我的有限放在你面前，求你使用我，神就喜悦你。其实即 我自己周时都会这样想的，跟某些人相处我有没有做错呢？我有没有做错？求主帮我看到，求主帮我有一个谦卑的心，求主叫我不要只看到人的错，就算有些人是有错的话，我依然的话，可能我自己都睇漏咗我自己嘅錯。譬如我哋大家同家人相處，有時我哋話佢好怒嘈㗎，好激氣㗎，好猛整，好難搞㗎。喺個過程，當佢猛整、怒嘈、激氣、難搞嗰時候，你有冇一啲面色俾佢睇咧？你有冇發嬲咧？有冇啲脾氣咧？有冇咕咕聲咧？咁我哋有一樣犯罪嘅啫喎。咁你話佢衰先，我跟衰後啫嘛。衰後都是衰的，即是我們人總是會甩漏的。我們有些人我們看不過眼，他不好，我們看他不好呢，看他不好的時候，我們的眼神又望他又不好了，我們的態度又會不好的。所以人呢真的 很容易有問題的，是不是？我想今天在神面前，我們個個都說，神啊，我們都是很容易有問題。我們一起說，我們在神面前真的很容易有問題，很容易激氣、怒躁、看小人、不喜歡人、心懷不平、很有限、又愚昧、又自以為是、以為自己好過人、以為自己的套先掂。求耶穌赦免我們。如果日日都咁樣咧，係非常好嘅。這個心態好好，我希望大家唔單止係喺神面前謙虛，而係睇到嗱謙虛咧，即係喺神面前謙虛，即係話啊我啊唔得嘅，我做唔曬嘅。但係今日所講嘅就係話喺神面前每一樣都降服啊！神啊，你做主。就算我有時人咁樣話，我好謙虛，好謙虛，我就想成為偉大嘅人。咁咧都係唔係降服嘅喎？我好謙虛，好謙虛服侍人，好勤力服侍人。不過我想成為一個偉大嘅人，即係想為成為偉大嘅唔錯嘅。不過我心總係覺得自己已經好偉大咧，又係都係有問題。梁應成有講過，佢話基督徒好多時都係咁嘅，係好謙卑，跟住佢又會升高，升高嗰時候又驕傲咗啦，又要再謙卑過。即係人都係時時咧都要喺神面前謙卑。當我哋謙卑的時候，神真的會使用我們，將我們提升。誰人被提升呢？就是一個完全在神面前降服。神啊，我有錯的，請你原諒我，我有錯，有些地方要改，我的態度不好的，求你幫助我。也都有時有些情況是這樣的，有些人譬如某一個人，這個假設一個人，有些人會告訴我一些故事，很難頂啊，他我真的頂他不順，我真的見到我都真的後面係啦，即係幾個詞真係後面好難同佢相處，諗到佢咧已經唔中意。嗱呢個咧，我哋當我哋知道嘅時候咧，當我哋知道我有呢種心，即係對某個人有一種嘅心態嘅態度嘅時候咧，我哋即刻就係神啦，求你幫我睇得到我自己呢種心態都係有問題。求主耶穌幫助我們，不要看到人的問題就覺得哇他的問題很大，當我們的心不是想著祝福他都是一個問題。求主耶穌施恩憐憫，求主耶穌在這一陣我們一起去默禱，求主耶穌施恩，我們跟我們的家人相處，跟我們的同事啦、同工啦相處的時候，我們有沒有地方是做得不好的？有些我們堅持的地方，求耶穌幫我們放手。我見過很多人都是很執著於某份不好呢，心就很激氣、很氣憤，
就有好多負面嘅感覺走出嚟。求主耶穌幫助我哋，佢唔好，我哋何必氣憤呢？我哋就係可以做嘅就係去處理去幫助佢，但我哋何必氣憤呢？何必心懷不平以致犯罪？耶穌幫助我哋省察我哋嘅內心，我哋有咩地方未降服？我哋想俾神使用，其實唔難嘅，最難係降服喺神面前。最難真係神面前啊！我係又驕傲，又想俾人睇重，覺得自己叻，睇唔到自己嘅愚昧、無知，容易犯罪、軟弱、有限，眼睛睇唔到好多嘢。求主耶穌施恩，耶穌求你賜俾我哋一個悔改嘅靈，求耶穌感動我哋嘅心，讓我喺神面前降服，我哋先能夠被神升為放喺高處，被神使用。但係當我哋喺高處，我哋又要謙卑翻自己。我哋有都係神俾我哋嘅，使我哋與人不同嘅係誰咧？我哋有乜嘢唔係領受嘅咧？若是領受的，為何自夸仿佛不是領受的呢？使你與人不同的是誰呢？你有什麼不是領受的呢？若是領受的，為何自夸仿佛不是領受的呢？主耶穌幫助我哋，看到我哋的軟弱，看到我哋的缺陷，看到我哋的愚昧，我哋講說話的愚昧，講說話的激起怒躁，求主耶穌你施恩憐憫，赦免我一切的罪，洗去我們一切的罪，幫助我們成為合用器皿，人若自潔，包括潔淨這些驕傲，人若自潔脫離卑賤的事，就必作貴重的器皿，成為聖潔，合乎主用，預備行各樣的善事。主耶穌，你幫助我們，人若自潔，脫離卑賤的事。主耶穌，你施恩，多謝耶穌你的大恩。我們雖然軟弱，你依然是愛我們，你依然感動我們，依然使用我們。耶穌，多謝你，多謝你。我們實在太多虧欠，我們實在太多不好，但你依然愛我們，你真的是偉大。我哋一偉大，我哋又驕傲。求耶穌嚟幫助我哋，